得我当年中学的威风吗？要听故事了。哎呀，你的故事都已经拍成电影了，要听也是听我们的啦。哎，导演，他都没有戏份了。哎，斯洛怎么还在这边？哎，副导，去把他拉出来一下。哎，走走走，我都还没有吃完，拿饭出去吃。走。哎。哎，以前不是有一个西恋喜欢欺负你的吗？是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暗恋我。不要隔离啦。来指甲，哎，来指甲，他只要当场这么你给他过，哎，来底下指甲，来拿指甲剪去那边剪。来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听清楚。你来指甲。连博人都不敢要这样做 prefect。哎，下次赶紧点，不然人不好来。Hello, darkness, my old friend。新年我要做什么？剪这个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找剪刀。这小事情都做不好，浪费我时间，全部你自己弄。我回了啊，记得收拾啊。要讲弄。剪那、啊、不会啊。丢掉手罩来，手铐来。咦，讲了讲还要讲么？真不明白你们啊！有事吗？有事吗 ？People need to know that the shaking is not over. 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。你最怪了咯，又跌倒又迟到，哇，没有话讲你呀、啊。是哦，跟以前一样啊，有变咩？哎呀，这么久的事情不要再讲了。Hold up.惨了惨了，要迟到了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哈，现在不是七点吗？你自己看时间。哎，时间过得很快呀、啊！是咯，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帅了。Good afternoon, Pansim and Senior.Why do you want to be prefect? Thank you.
哎，蹦蹦蹦蹦！哎，球球！虽然一开始加入 Prefect 时道路上是有点艰辛，但是你们刚加入的权利一定要坚持走到最后，不要中途放弃，因为只有在加入 Prefect 后才能学到那么多的东西，并且像我一样认识这一帮朋友，还一起创造了无数的回忆。